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咯，把我们的小手变成花园。准备好了，开始咯。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什么样的种子，开什么样的花，在破烂的工地里面挖呀挖呀挖，赚少少的工资给别人宝贝，今天也是一个人默默的哭，用小小的手机打着哈哈，这我啊。